男神一当不易手，爱囧主题曲陈赫大跳眉毛舞，娱乐圈男神何其多啊！可是在这个全民娱乐玩自黑的年代，男神也有犯二耍贱博眼球的时候。随着真爱在囧途在东南卫视的热播，节目官方微博上周推出了由三对明星夫妻合唱的主题曲 Honey 出发吧，曲风轻松欢快，歌词颇接地气儿。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成为继小苹果之后的又一洗脑神曲呢？小编很是期待哟。录制过程中，三对明星夫妻边唱边随着音乐率性舞动，以眉毛舞这一特殊技能而闻名的好男人陈赫更是不放过炫技的好机会。随着欢快的旋律秀和毫无违和感的眉毛舞，令网友直呼逆天了。